7月20日，据斑马投诉用户反馈，其在朋友圈看到有人在推广 SmartTop 这个平台，并向用户推广，让其入金投资。用户在海投排行查询该平台的相关信息时，发现 SmartTop 相关联的平台有多家已跑路。用户察觉到这种平台很大可能是个黑平台，于是就在斑马发起投诉，想求个解释。斑马投诉已将该投诉反馈给 SmartTop 平台，目前暂未收到回复。海投排行提醒。遇到此类情况，需谨慎投资，小心求证。喜欢请动动手指，点赞关注不含糊。